最多十克，老板只是安排过。也给我打一遍。这边啊，再上个龙山，有个围住啊。人不去。啊，人也去了。是要洗头的，还可以晒的。我橘子花的，带你外头买点橘子干。哎，果子让你大园里有晒点点。这龙山要煮啊！哈哈哈！人家去煮要去了。哈哈哈！是啊，罗大嘛，你看罗大都会。我外边一个。你把你那退掉。本人先告哦，哥，我个人有个几条告。哪里事呢？我好检查。你要去游去，你要游去了。杀拼一点啊！我杀人开头点下去，他不要。我杀不好，我杀的我周围杀一边都杀不得。他一多多的，有一多多的根没。啊，我搞不出来，说这么一搞就好。在萝卜庄，今儿是三下天，到这一头带了点鱼就出发的，两三天就生的。我你这弄鱼了哦，我打死了。把车垫子，但是我不懂，我生不起。搞的是搞建材的人，嗯。那种车，它又比较交混，它又比较轴。他比这个菜长得快一些，也长得好一些。哎呦，这菜农，切切不了。我们最多十克，老板只是安排个我发。现在又放谷子去。哎呦，我啊，哎。掉，你出去就是谷子那种被钻口。嗯，东边上边被谷子咬，哎咬都扭缩了，扭伤了，那么白啊。等你转来呗哦。我转过。你说的我没好。没，他现在那个背都伸不直啊。热的，啊，晚上困觉都不能动。我晚上怎么？哦，你把猪放出来玩耍。老乡每到这个点就放猪出来洗个澡。啊，不像进去的。哎呀，关系了。哈哈哈哈哈